Hello， 大家好，既然上个视频，现在呢我已经勾到第16圈了，大家数圈数的时候呢就是这样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，就这样一圈一圈的数数，够16圈之后，也可以戴在宝宝的头上比一下啊，深浅大家自己决定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有的宝宝头稍微大一点，有的宝宝头稍微小一点，我这个我就勾16排，勾好16排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这个帽子啊，还是这样的，还是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勾好最后一针之后，我们绕线勾辫子针，就这样一直勾辫子针，我们开始勾这个帽绳，勾帽绳的话，这个小宝宝戴着不容帽子不容易掉。我们一直勾这样勾辫子针呢，我们一共勾出来60个。大家一边勾一边数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。好，我现在呢，我这里60个辫子针已经勾好了，大家喜欢长一点的话就勾长一点，不想要那么长的话就不勾那么长。现在我已经勾好了60个，勾好60个之后呢，我们这样再倒数第二针，往回勾，我们挑一边的辫子，然后绕线勾出来，现在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然后再绕线钩针拖过这两个线圈，好，一针短针就勾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在下一个针目里面，下一个就是辫子，这样能看得清楚这个小辫子，我挑着半针啊，挑着小辫子上面的这个半针，挑一半就可以了，然后在这上面给它勾短针，勾短针，一直勾，勾到最后，勾到这个帽身的地方，连接帽身的这个地方啊，就这样勾。我们勾好之后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帽绳，一边勾一边给它拉一下，就这样啊，这稍微宽一点，太细的话就不好看。一个辫子针里面勾出来一个短针。好，这个视频呢我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把这个帽绳给它勾好，免得我勾得快了，待会儿也新手的姐妹又跟不上。然后呢，这个视频我就讲这么多，下个视频我们来讲后面的勾法，大家就用同样的方法一直勾勾到最后，勾到这个最后一针这里停下来，然后我下个视频再讲。